好，家人们，咱第三圈也勾完了哈，勾完了之后，咱和咱辫子最上面这一针辫子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，然后我们开始勾第四圈，咱第四圈呢要引拔到第二针这里哈，第二个长针上面，所以说我们还要引拔一针。我们第四圈的规律是先立三个辫子针，然后还是在这个针目里再勾两个长针，算上三辫子，一共是三个长针。好，然后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再到这两个长针后面这一针上勾三个长针，一二三，然后一个辫子，然后再到后面这一针上勾三个长针，一个辫子。好，家人们，就以同样的规律把这一圈完成。